都是气数已尽，他可那周天子仗着如此张弓出，便知他们时日不多了。大秦事业犹如大王，自骄阳凌空。从来九鼎迁移，欲是王朝更迭。今日寡人就要把这九鼎给搬个位置。 敢问周天子，此物便是九鼎？正是。此九鼎本是夏禹收天下九州之金所铸而成，上刻文州山川人物，土地共服之术。九鼎列于朝，乃天子所掌九州之象征。哼，你是何人？小人东周人士，苏代。 依你们看，这鼎有多重？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？鼎乃天子之器，重达千钧。自九鼎铸成以来，除奉天子之命合力抬举之外，凡人岂可轻易举起？哼，笑话！照你的说法，此鼎若非天子之命。 别人还碰不得，不是碰不得，是碰了又能如何？寡人不信，有谁能举得起这鼎？好，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，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，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。若是寡人赢了，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。 由寡人带走，如何？天子不要怕，且看他们举举试试。好，人比武，猛奔！嗨，你们上前比试比试，看谁先能把大鼎举起。是，看。此王鼎父王气系天命，想冒犯此鼎之人。 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小心遭了天谴。秦侯，依小的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强人所难的好。寡人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们三人究竟谁人能举起此鼎？大王，人比不才，想先试试。 使命该死！吴霍，你来。是。你见到他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！
写的。王奔，你这是大王。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千钧重物也非勉强，只不过这九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也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，不如寡人亲自来决。大王不可啊。秦侯不必勉强，天命在周，九鼎无人能动，您迁怒于他们已属本末倒置，更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啊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前进之子坐不垂堂，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示啊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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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。秦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，善敢下。寡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鼎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天命在这个掌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，人之意已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。太后。
会后。